Beam 显示无法连接网络是由于服务器无法连通导致的，解决步骤如下。点击左下角 Windows 图标，找到 Windows 系统并点击。右击命令提示符，点击更多，再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，输入 NetWinSock Reset， 点击回车，最后重启电脑即可。